场寸步难行，支持者就是不放开台湾阿兵的手，曾心莹爱相随陪着郭台铭到台中。虽然呢，大家我套他有点流血，可是红代表胜利啊、哦，我觉得我很感动。一点小伤挡不住内心澎湃，不止支持者很热情，郭台铭祭出豪华主持阵容，找来好朋友胡瓜主持，甚至有歌王歌后孙淑媚、翁立友、张秀清热场子，要把党内支持度最大化。立委谢一凤弟弟彰化议长谢典林担任这场总召。大家一定问我讲，为什么我跟阮姐支持的是无同人？我无问伊支持好友的理由是啥？但是我知道我的选择这是最正确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还有南投议长何顺峰、前立委张显耀、中彰投云家，各地蓝营议员来了不少。郭台铭趁着自己的主场好好发挥，努力接地气。我引用韩总一句话，就是莫忘世上苦人多。我看主计长说我米线一碗刚刚20块，你的气势未？台湾 CEO 强打要让经济繁荣，为了拼初选出现，郭台铭砸大钱办造势，从中南部一路向北，很懂得对症下药。我们要全世界做最强的科技龙、科技岛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要从南台湾出发，我们要从中台湾出发。台湾阿明马不停蹄，期盼自己能赢过新北友谊。进行了李婷电视好场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